欢迎来到虞美人的 vlog。 好吓人啊。记住啊，记住这个妆容，再次复刻一下啊。植物园那场就这么整，有点闪光一照，太吓人光一照，这光有点诡异。之后再做，抛弃这个天生丽质。这个妆你自己负责画吧，你还有一个反拍的呢，你还有一个反向。我看到那个啥，那个更酷哎！哇哇哇哦！你绝了！那我很开心哎，我可以狂打阴影，然后就很瘦。那妆圈就不懂，但是用力过猛的那种 style。那我就是那种。要把我们精心画的那个雀斑给弄没了。我的病娇妆了三副。